香港的地少人多，生活紧张，做嘢都要做得快过人，行路都要行得急过人，日日东扑西扑，人与人之间碰撞多多，摩擦就真系在所难免。1978年11月，无线电视特别推出咗个轻松野笑嘅趣剧《冤家路窄》，就将人与人之间嘅冲突趣味化。而负责演绎呢一对冤家咧，就系苗谦人饰演嘅红豆沙，同埋夏雨饰演嘅白饭鱼啦。白饭鱼啊！呢对冤家未到红白大赛啫，就已经斗到天翻地覆、你死我活。佢哋由细斗到大，由学校斗出社会，连打字都要斗餐懵嘅。所谓斗气斗气，唔斗又边有好气呢？当时的观众追住嚟睇呢一套好戏《冤家》，都系无非想宣泄现实生活中所遇到嘅冤气、谷气、挫气咁啫。喂，有人，伙计，换换玻璃嚟。喂，咁我饮咩？我换张海报啊。喂。哇，咁样斗唱歌啊，唔好啩？来攻心亦厚，将风一扫就够。佢哋死斗烂斗，仲斗到超越时空、超越国界。嚟云东洋魔女大斗小旋风文次郎，又要斗个难分难解啦。喂，点解要嚟呢度大排档食嘢啫？就脚啊嘛！就乜鬼脚啊？冇钱搭车系真啊！喺度食嘢好啊，嗱，唔使执到咁正咁麻烦系嘛？咩麻烦啊？冇钱买靓衫着系真。你做嘅云吞面好靓噶，用鲜虾做噶。煎乜鬼虾？含烂臭虾、死虾做噶。系呢？你又知唔知点解佢哋成日都要斗嚟斗去呢？如果你哋知道，你就一定唔系香港人啦。因为香港人成日都唔知为乜，无无谓谓都会斗一餐噶啦。